为什么不能录影？我们要回报。你们是哪边？为什么要回报？警察这边过来一下。就是不能录影，可以录影，这是规范。没有可以录影，我们全部的规范在哪里？是不是可以检查？你看中央选举的那个选办法，可以录影。开票的时候一定可以录影。拿出来呀，给他看了，这样就不要了。大家在看到工业城区哦，拿那个棍子。再一下哈，他这边对能不能录影有争议啊？对，这边就是要跟上面的产品。你说那边有写的？对，工业城区已经写在上面。上面就写不能录。哦哦哦。那你们照起来，照起来。的话把它赶回去。然后摄影器材不能阻挡其他，只能有说不能去收起来。不好意思，只能不能超过参观席。我们可以在这里录影，你可以拍摄，请拍摄，规定的最后一点是可以录影。我们先出去一下。不是啊，那你这样子有人坐票的话，我们怎么知道？我们怎么有证据呢？没有，因为现在只有官员。所以不可能，你这里有问题，我们不能开票。没有，现场真的不能录影，因为主任官员这样子。